平型关大节是怎样记录下来的？现在有几张照片和一个影片，可以说是平型关大节的所谓历史证据。但是这个历史证据是如何出现的？是谁记录下来的？我们就看一看它的来龙去脉。导播先把这个图片的第一打开。在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录中呢，有几张照片，这是其中的这个两张照片，一张呢是名字叫115师指挥所，映出的是战斗中的115师的指挥官，佐伊这个人物呢就是林彪，副师长呢是聂荣臻，是其中的举望眼。望远镜往前观望者是聂荣臻，还有一个打电话的人，这个人被称为是115师的作战科，王秉章科长，这就是其中的这叫指挥所的照片。第二个更有名的叫机枪组的照片，机枪组三名战士，一名指挥就跪在这指挥的，一名端机枪的。还有一名呢，是趴在眼前送弹者。实际上除了这三名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照片当中映出了两个人影，一张呢就是这个影片的摄影者，另一张呢是照片的摄影者。这个导播再把第二图打开，这张图呢，看的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像这个佐伊这个人是林彪，那这个脸庞都可以看出，就是没错，就是林彪。这个特征呢是在此处的林彪是戎装登场，打着绑腿。有人对这个林彪的绑腿后来提出了异议。关于这两张照片和这个影片，主要是关于这张影片，我在这个2015年的10月份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推测过这个机枪组的照片呢，并不是拍摄在平型关，而是拍摄在台儿庄。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为什么做出这个错误的判断呢？因为我当时在研究台儿庄，在台儿庄的影片中发现了这个镜头。这个拍摄者呢是著名的荷兰导演伊文斯，请导播把第三图打开，这就是伊文斯，荷兰的有名的电影导演。这个人呢没有去过平型关，他去过台儿庄，在1938年4月份在台儿庄拍摄了一个影片，名字叫《四万万人民》，四万万人民，在这其中呢就出现了这个八路军。这个在平型关机枪组的这张照片，当时我觉得很纳闷，到底是谁在剽窃谁的作品？由于当时我了解到八路军并没有摄影机，也没有人能去延安拍摄电影，没有去这个八路军的战场拍摄电影，所以我当时就做出这个错误的推断。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八路军，借用了伊文斯的作品，这是我当时的判断。因为我对这伊文斯，他是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对他的这个职业人格过于相信，最后发现不对，是相反的，就是说不是八路军借用了伊文斯的作品，而是相反，伊文斯在拍。四万万人民，也就是拍台儿庄时，为了突出共产党的抗日，把这个共产党的这一段呢，这个摄影呢，也加入了自己的这个作品之中，所以说是这么一个结果。下面看一看这个照片的由来和真相，可以说呢，以上看的这两张照片。和这个影片，现影片还待会儿放一下试试啊，现在还不到时间。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也就是说这个影像和照片有两种版本，
摄影都在同一个场地、同一个时间，的确是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有关的作品，但这个场地的并不是平型关战斗中的实地摄影，而是事后在10月份以后，这个9月25号是平型关大捷嘛，在10月中旬以后，在五台山附近复原的大捷的远景，也就是说这个。映像和照片都是摆拍的，也是一个宣传记录，出现在这个映片当中的。出现在这个映片当中的战士呢，包括其中的战场上的鬼子兵，实际上都不是真的，都是156八5团的，也就是杨德志手下的这个摄影协力者。为了布置这个场面，685团的团长杨德志，自己称准备这准备那，忙了一整天。而指挥官林彪、聂荣臻等也都是为了出演这个剧本，专程从八路军总部，150总部骑马到现场的实在人物。摄影地点呢，在离平型关约100公里之远的五台山某地。影片的映像并不是八路军的摄影记者，影片的作者并不是八路军的摄影记者，而是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名叫罗吉之。摄影师呢，作为一些同伴的八路军，也就是陪伴者。其中呢，有一名就是150师侦察科长苏静，又名苏孝顺，他也用自己携带的照相机在旁边，就现场的旁边呢，拍摄了几张照片。刚才见的这个150师的指挥所和八路军机枪组的两张照片，即此时是苏静的作品，也就是说现场摄影的副产品。之后呢，这个影片被罗吉之带到武汉，而苏静的照片呢，成为共产党的历史资料。最早在1941年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之上。如今呢，就展示于各种党史文献和抗战纪念馆之中。这个影片呢，被罗吉之带到武汉之后呢，编成新闻第41。第42号，提名是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最后又被选入抗战特辑，的记录影片之中。现在，关于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经常出现，就各种媒体肯定要放的就是这片纪录片，也就是影片，它不是照片。这种现场视频呢？大多数都是这个国民党方面的新闻片的剪辑。下面我们看一看这个当时的这个新闻的纪录片。请导播把这个视频打开。平成四郎的眼里，国民党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至于八路军也绝不是日军的对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板垣在平型关方向仅仅投入了一个旅团，而且用兵十分分散。犯了兵家大忌。正坐镇魏县等待好消息的板垣，怎么也没有想到，八路军早已经神兵天降，在其进攻部队的前方布下了死亡陷阱。敌人全部进入了伏击圈，清晨7时整，师指挥部发出了冲锋信号，英雄们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两侧的山岗顿时怒吼起来。机枪、步枪、迫击炮一起发射，由于这就敌是人林毫彪。无防备，一遭袭击，数千人的队伍即在狭窄的山沟内乱作一团，汽车、人员、马匹互相撞击。趁敌人混乱之际，我军立即对敌展开了猛烈冲锋。刹那间，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我军勇猛地冲向公路，同日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杀得敌人人仰马翻，血肉横飞。
当日军从最初的懵懂慌乱中清醒过来后，他们的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开始发作。指挥官捂着军刀拼命地嚎叫着，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站出来拼命往山上爬。真正考验人的意志和能力的时候到了。二营五连连长外号叫猛子的曾贤生，在20分钟的时间里率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人刺死了10几个鬼子，刺刀拼弯了，子弹也打完了。面对一群向他逼近的鬼子，曾贤生拉响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壮烈殉国。英雄的壮烈行为感染着每一位热血战士。这就是这个影片，可以说的是当时这是无声的影片，有国民党方面的女性的配音。现在呢，这里出现的这个广播解说呢，全是共产党后来加入的，和这个影片无关。看了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国民党的摄影记者罗基之主动前来为共产党记录下了这个平型关大捷。因为此行动惊动了150的领导，才为历史留下了这个记录。和八路军，就是和这个摄影师一起前来，陪伴者之一的苏静，侦察科长拍摄了两张照片呢，就是刚才的，更清楚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个是机枪组，一个就是150的指挥部的照片，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贵重的历史照片。由于国民党军委并不愿意来宣传共产党的大捷，所以这个短片到底在何时何地首映，现在并没查到这个明确的记录。肯定有，现在历史这个资料中很难查到它是在何地上映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1932年8月，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抗战纪录片时呢，得到了这个影片的拷贝，所以他在自己的40000000人民之中呢，把这一段的这个插曲，就是描写共产党的这一个片段呢，引用到了这个所谓的台儿庄大战、台儿庄这个战斗的这个纪录片之中，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照片和影片虽然存在，但是这个八路军的机枪组啊，射击的日军的镜头啊，这都不是平型关的现场，都是之后的一个摆拍。尤其这个摆拍的镜头又被伊文斯的台儿庄来使用的话呢，这就是造成了一种历史的这个中共间的一种争论，一种历史的这个误解。可以说呢，这个伊文斯这个本人，他是一个有名的摄影大师，但这种张冠李戴的这种操作，之后不仅引起了国共两党的反目，对一代大师伊文斯自己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记录，因为他违背了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梳理一下有关此照片的这个具体的研究过程和资料根据。可以说这个照片照下来之后呢，实际上它就失踪了。虽然是保管的，但是它没有曝光，没有曝光。最早呢，在战后呢，出现在1982年的老战士摄影展览之中，就是把这个照片提出来了，名字叫平型关大捷机枪组。进行这个介绍，也就是老战士的摄影展。下面就是当时的这个图片资料，是请这个导播把第五图打开。这都是当时的这个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叫平型关大捷中我军机枪阵地的这张照片呢，是1937年9月。由苏静摄影的，这说的没错，也就是他把这张照片的这个来龙去脉给搞清了，
是侦察科长苏静的摄影。下面他解释，这是解释文的内容。这幅作品展出于1982年老战士影展，1983年收入老战士摄影集。为此，北京有关博物馆陈列珍藏。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五师于晋东北举行了震动中外的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军、侵略军1000余人，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奋起抗战的信心。在第一五师侦察科担任科长的苏静，围绕着平型关之战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平型关大捷，我军机枪阵地是其最优秀的一幅。就是当时这摄影展这么解释的，也就是它特征是明确的，摄影者本人是苏静，但是没有揭露此照片并不是平型关现场，而是事后摆拍的事实。对于这是否是平型关，有人就提出了疑义。比较早呢，可见这个叶辉男在2003年《党史博览》的这个文章中发表的文章，这个题目是一幅著名的抗战照片之谜。请这个不用说了，就是这张照片哈。把这个第二图再重新打开一次啊。他分析的这个叶辉男呢？分析的是第二图这张照片，专门考证了这个所谓的八路军的指挥所的这张照片，他利用了聂荣臻的传的记载，指出这个照片的作者是一五师侦察科长苏静，这没有错。但是由于杨得志也曾经在回忆录中记录过、描写过。在毫无遮挡的指挥所里，穿着蓝衣、没有扎绑腿的林彪站起来，有这么一句话。但是看看上边这张照片呢，林彪是戎装，这个腿上是扎的是绑腿，也就是说，这个绑腿和杨得志的没扎绑腿的这个记录互相矛盾，所以说这不会是现场的照片，就是很有可能是在某地某时的摆拍，此时这个叶辉男只是一种推测。之后在2006年，杨浪在精英博客一篇精英博客的文章中提出，引用了这个一五师作战科长王秉章的如下回忆，指出这照片并不是平型关战场，而是事后的摆拍。王秉章也是照片中的打电话的一个登场人物之一，所以是有发言权的人物。王秉章写道：“此照片是在事后别处应国民党扫荡报记者要求进行的摆拍，并引用资料提出，这杨浪并引用别的资料提出，说是这是一个模拟的指挥地点，肯定不会是当时的这个真正的指挥部。”这是杨浪在2006年是捅穿了，说是这个是扫荡报记者，国民党方面应扫荡报记者的要求进行的摆拍，所以在2006年呢，可以说摆拍的事实已经基本上揭晓。在这个摆拍之中呢，林彪再次出场，所以他出场之时呢，并不是没有扎绑腿，而是戎装出马。这就是这个照片的所产生的原因。问题在哪里呢？杨浪认为这个摆拍的地点就是平型关大捷的地点，但不是同一天，但是同一地点。也就是说，这个地点呢，就是八路军的指挥所石灰沟，那当时叫石灰沟的那个地方。杨浪称，摆拍的时间呢，很可能是在数日之间，有可能就是第二天。实际上，第二天是八路军撤兵之时，战斗还在进行，不可能摆拍的这么及时，所以实际上呢是在10月中旬。
下面的一篇文章呢是2015年4月3日《中国国防报》其中的一篇叫叶青松的文章，指出呢，这个平型关大捷著名照片为摆拍，而且呢是国民党记者的摆拍，并不是苏静的摆拍，是国民党记者的摆拍。这个文章指出说，照片中的左边第二位拿着电话机正在打电话的就是王鼎章，王为1150师的作战科长，9月26日才到达平型关，所以王鼎章没有参加9月25日的平型关战斗。战斗之后呢，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带着摄影机来到1150师，要求拍摄新闻纪录片。奉聂荣臻吩咐接待国民党记者的王鼎章说，此时，这个林彪和聂荣臻等人要求这个，记者要求林彪和聂荣臻等人到当时指挥所的位置进行摆拍，但是林彪和聂荣臻呢，并不太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应邀前行。当时一些干部都很年轻，对拍摄电影非常稀奇，都赶来凑热闹。此时呢，所以呢，这个八路军方面有很多人拍了很多照片。王鼎章身为1150师的作战科长，也趁机拍了几张照片。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个党史军史征集资料时，王鼎章就将手上的这几张照片，发表出来。这说的呢，也是国民党来进行摆拍时拍摄的这个两张照片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说是王鼎章拍摄的照片，并不是苏静拍摄的照片。实际上，这些都是回忆录当中出现的错误，也就是王鼎章并没有这个记录，但是他保存了这张照片，自己交出的照片，以为是自己拍摄的，实际上这是苏静的拍摄。所以，这回忆录的东西都真真假假。有真有假，你不进行对比判断的话，不可能信一桩的解释。另外呢，最终为这张照片或这个影片拍板定案呢，是2015年8月11日的央视新闻《烽火燕安》，其中的这个小标题是"红军正式改变为八路军投入抗战"。有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也就是第一次通过权威媒体公示证实了平型关大捷的电影，是国民党方面的记者罗吉之请八路军摆拍的作品。这文章中说，由于缺少器材和随军记者，平型关大捷并未留下实时的战斗画面。战斗结束之后，摄影师罗吉之请八路军1150师的战士在平型关附近复原拍摄了这段影像，成为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个唯一的记录。这是说了这个，说到了这个影片。当时呢，这影像的之中还有一段词语，记录到这个，请把这个第6图打开。在当时的这个印象当中呢，有这么一个解释，也就是平型关大捷这个白字就是这个平型关大捷复拍影像，1937年罗吉之拍摄，原为默片，也就原来是没有解说的。刚才我们看的这段都有解说，那实际上是八路军是共产党后来加入的自己的解说。原片呢，实际上没有声音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个最明确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明确了这个现场是摆拍现场，明确了摄影者是国民党方面的摄影师罗吉之。但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明确摆拍的地点，是否在平型关现场？实际上，由于我也考证过这段历史呢，从这吴法宪呀、杨德志等人的回忆录之中，得知这个摆拍的地点并不是在平型关，
而是在五台山附近。杨德志还称是在自己的685团的战士协助了摆台，其杨德志的部队呢就住在当时的这个五台山附近的窦村。为此呢，我也前往窦村附近山地进行过考察，试图找到这个战斗地点，因为它有一些印象可以做这个参考。但是由于这个时间比较紧，我就是去了一天，并没有发现，没有找到这个当时的这么一个现场。下面再看一看这罗辑之和其拍摄影片的过程。这个影片的这个导演、摄影者呢，的罗辑之呢，当时还不足三十，刚刚30岁。这个人是1907年出生的，刚刚30岁。可以说，若没有罗辑之的计划和行动呢，当然不会有林彪和聂荣臻的演出，也不会有苏静拍摄的2张有名的抗战照片出现。因为这些人呢，都是由于罗辑之去拍摄电影，跟着去出演或凑热闹，才留下了这个有名的这个照片。罗当时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这个中国电影制片厂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的电影制片厂。前身呢，它是1933年成立的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政训处的电影股，以此发展为这个电影制片厂的。1937年正式成立，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1949年，随着中华民国迁至台湾，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央的电影机构。罗辑之呢，就是这里的一个电影师。有关此次摄影呢，有一本传记叫《罗辑之》，这么写道：罗辑之并不知道，即将打响的那场战役会取得抗战史上的辉煌胜利。只是有人悄悄地告诉他，在山西雁门关和灵丘之间将有一场大战而行。罗辑之二话没说，也没有去请示电影股负责人郑用之，争分夺秒地扛着摄影机出发了。罗使用一台笨重而简陋，在当时却是贵重无比的埃摩摄影机，成功地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全过程。硝烟尚未散去，他便忙于整理东西，一心想的只是如何保护好器材，保护好这个胶片，怎样以最快的速度万无一失地把它送到厂里。这些抢到的镜头被编成新闻第41、第42号，又被编入抗战特辑二之中。平型关大捷的内容是丰富，包括八路军整装出发翻山越岭，经过许多险途从向平型关挺进，战士们英勇无畏和日寇展开惊心动魄的激战，最终胜利的打败敌人。这是当时的一个这个传记中的这个解释。实际上，这个传记也是不可过信的文章，因为他虽然是罗辑之的这个摄影，但是这个传记中的这个口吻语调来看呢，他说是也就是当时的实际的摄影，并不是事后的摆拍。这是传记当中的不可信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刚才说过的这个回忆录和传记等都不是可以信用的这个资料，必须得经过对比综合分析，才能排除糟粕，去伪存真。对于2015年，还有一篇文章是《江海晚报》的文章，称这些镜头呢，也就罗辑之拍摄的镜头呢，曾经由夫人，朱明先配音，经过同事罗靖宇代为剪辑后，由钱小张编辑成新闻第41、第42号。所以说这个影片当中的这个有过配音，但是女性配音，
并不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影片当中的配音，这个影片当中的后来的配音呢，属于共产党进行的一种宣传。这个导播再把这个照片的第七打开，这个照片当中呢，映出的就是罗吉之和当时所谓的配音者，就是他的妻人，他的妻子，是这个影片的这个配音者。下面再把这个第八图打开，这个传记当中还有如下的记录。第八图来打开，这罗吉之在赶回摄影场进行后期制作途中，从马背上摔下来，头部负伤。罗吉之所带着拍镜头回到武汉，却险因擅赴供区的罪名遭到处分，也没有遭到处分，但险些遭到处分。这张照片呢，就是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罗吉之对自己的这个拍摄的一张照片。可以说，罗吉之呢，以宣传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成名，为共产党进行了成功的宣传，也稳固了自己作为摄影师、导演在中国制片厂的地位。可以说，他是第一号抗战宣传的普及者，共产党宣传机关的一个大恩人。解放之后呢，为了自己的事业，罗吉之又拒绝了与影片厂一起赴台湾的这么一个计划，自愿留在上海工作。但真正回到共产党政权下的建国后17年，共产党却不感恩。罗在1949年建国之后呢，在所属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直受到排挤打击，默默无闻，最后因为历史问题受迫害，惨死在文革的动乱之中，享年59岁。这就是为共产党这个树碑立传的罗吉之的悲惨的下场。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感谢您收看。